先来说说那个清华大学这张图吧。这张图，居然在公开的那个什么2018开学典礼，作为宣传照，作为清华大学那个什么苏世民书院，的那个什么对外宣传的照片，这样的感觉不太雅。你说那个黑人搂着女生的，对不对？大腿，这个嘛，那个什么，搀扶着他的腰和手，这样的照片你都能拿出来作为宣传，那岂不是很伤风雅，对不对？成何体统？好，话不多说，咱切入到那个山东大学学霸们的世界。下面几张图很有意思，也很能说明问题。先来看看，这是官方的新闻啊，新华社2016年12月1日的官方新闻。它的新闻内容是什么呢？山东青年学生艾滋病，注意是学生艾滋病病例四年增3倍，老人也变重灾区啊。这新闻很有权威性啊，不是说你什么小道消息啊，还是什么的自己胡编乱造的，还是什么他自己说的。2016年，山东青年学生他的艾滋病病例呢，四年增3倍，这个数字很夸张。以前不是有个新闻叫什么说啊，就说中国。那个什么，出入境检疫啊，就放宽了对外国那个携带艾滋病进入中国的那个条件放宽了。也就是说，以前比如说你有艾滋病，那些外国人是不允许被进入到中国来。然后呢，他呢好像就是说已经放宽了，就是说。你有没有艾滋病都无所谓，都让你进来了。这一点，就是说已经引起很大争议了。就是说你这样岂不是让中国那个艾滋病那个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吗？就是说放那些黑人还有那个外国人有性病，你进来，这对中国很不负责任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新闻呢，就是山东青年学生艾滋病，学生艾滋病啊。那我们不得不跟那个山东那个外国留学生配3名异性学伴有没有关系？大家自己下结论，自己去思考，对不对？这可是比较权威的新闻。你要说那个光是准许那些携带艾滋病的那个外国人进入到中国，那也不可能说单单是山东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增加这么多，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全国都是有个相应的比例，不会是你光是你山东的青年学生会增加这么多，我想，我个人认为应该跟学霸们有一定的关系。再来看这张图啊，这个黑人外国留学生呢，据说呢是因为受伤，然后呢，学校山东大学招募了25个志愿者去全程看护这个外国留学生，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做的有点那个什么了，那不得不让人感觉啊，这杨大人真厉害啊，洋人来华真是有特权啊，我们那个中国人需要25个人轮流看护照顾这个杨大人，而且那个学校全部那个包费用，
那也太夸张了，对不对啊？咱中国留学，中国人，中国留学生如果在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待遇，那中国真是太了不起了，是吧？可惜没有啊，中国到国外游哪有那么好待遇啊？所以说他们那个外国，你看那黑人留学生来中国真是天堂啊，感觉中国就是有这么好的待遇啊。连中国本国都没有啊，本国人都没有享受这么超国民的待遇啊。然后这个看啊，这张图就不用说了嘛，对不对啊？可能那个女生跟那黑人那肯定是那个亲密关系了嘛，对不对啊？胡搞乱搞了，对不对啊？还有这张图也挺有意思的。大家请看啊，这是人家外国人、外国留学生发的朋友圈。下面人家话怎么说的？就是说，在山东大学找到你的女生，找到你的女性朋友，反正就这意思吧，对吧？大家看仔细了啊，这图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看这个女生跟那个黑人。手跟手搭在一起比较亲密啊，对不对啊？如果不是一般的男女朋友，肯定不会这样嘛，对不对啊？还是现在女生太开放了，这种动作不是一般的关系，对不对？还有这个中国女生跟山东大学这个女生跟外国人，这个动作也比较亲密，是吧？两个依偎在一起的。其他人倒因为照片本身也比较模糊，到底有没有比较亲密的动作就看不清了。这两个也比较熟，那这张就不用说了，对不对？100%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说，三个异性古，异性配一个外国留学生啊，那本身啊就是说，你虽然说。学校没有明确的，就是说，去促进那种异性关系，但事实上你已经鼓励了部分人这样做了，对不对？人家外国留学生一年能拿10万人民币啊，就是来中国留学啊，那经济不用愁了，对不对？人家保暖思淫欲嘛，对不对？然后你学校再这样搞，什么一配三啊？那不出点这样的事情，那才怪，对不对？大家自己想嘛。这个是三大研究生会一张那个宣传海报，大家仔细看，有没有那个什么暗示一点东西啊，对不对？他说你最后还要重申一句啊，什么男帅女美别犹豫啊，一见钟情心下雪，这是。找异性朋友了，就是谈男女恋爱关系了，国际交流开眼界，真情实意胜一切，什么舞会活动去多多啊，快来参加，别再拖啊。然后那个后面还有一句话啊，后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那不就是鼓励那种关系吗？你看，听了学霸舞会的 freestyle。是不是很心动？学霸明目张胆的鼓励那种异性的关系是吧？跟一配三，那不用说了吧。下面再来看一个知乎的匿名用户的那个回答。我觉得这匿名回答的那个真实性、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大家仔细看啊，他说如何看待山东大学学霸？他说作为山东大学大三的一名在校生，出来说两句吧。很多人说这种行为是拉皮条啊，理性讨论，长些的心理人人都有，留学生不一定有本土奶好，但贵在潮鲜。我周围确实有不少妹子偷偷约过留学生，我自己也曾经瞒着男朋友试过一次，
没什么特别的，就算了。在这种事，官方公开宣扬、公开提供便利，就不对了。所以说，你一配三，就官方啊公开提供这种便利，尤其还强调异性，这让人把脸往哪儿搁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妹子做学霸是为了那事，但确实有很多人心术不正。俗话说，偷吃咬闷声啊，这样公开招募学霸，提供便利，容易引人误会、落人口实，拉低学校的整体形象。一个高校这么做，无论如何都是有失体面的，也怪不得别人骂。以上匿名了，有一句假话就爆炸，这人说基本上说到了点子啊，应该是真实的，虽然他是匿名的，你看他把自己的经历都说出来了，把别人那个什么那个周围的事情也说出来了，我们不说所有人都会这么做，他说的确有一部分人是那有长线嘛，对不对？那很有可能了，对不对？不然他妈山东青年那个艾滋病怎么会增加这么多呢？是还是青年学生嘛，对不对？还有那个发朋友圈的外国留学生，你看，好了，再来看这一张图啊，就是他那个这里不那个什么打马赛克了，就丑陋的事情要曝光。山东大学配的异性那个学霸，的确大多数都是配了，有的配三个，一配三，的确都是异性，有的一配二，你看这个人，那肯定是一个男的，巴基斯坦，那配的都什么？至少这两名都是女性嘛，对不对？什么戴慧娇啊、李娜，对不对？啊，来这个呢，韩国的，你看。那至少也是两名以上女性嘛，基本上。好，其他的再来看一个重点，比较有意思，大家看清楚了啊。看见没有？27号、28号，这个什么中文名字啊？中国人，那他德国国籍，还有28号是尼日利亚国籍。那你看这说明了什么？所以说外国那个尼日利亚的国籍他是中国人，这个太显眼了，对不对？那说明什么？他肯定是高考移民过去的，买了个非洲的国籍，然后呢享受每年10万，然后还能配三个学霸，这个三学霸还是因为他是女的，你看配的都是三个男的。所以让人感慨，这外国人尼日利亚的国籍的中华裔啊，在国内受到这么高的待遇啊，对不对？不光是每年那个配那个发10万的留学费用啊，还要配三个学霸。你说叫我们这个像中国农村出来的寒门子弟怎么看，对不对？有没有这么高的待遇啊？所以不得不说啊。这非洲小国啊，这样的国家来中国留学能享受这么高的待遇，你叫本国的国民怎么看，对不对？那不是跪舔吗，对不对？这崇洋媚外嘛。而且这个叫叶文婷的这个，那很显然嘛，就是你要说他在中国参加高考，那不一定啊，能考得上什么山东大学，即使考上了，你肯定也拿不到每年10万，对不对？补助。然后他这一搞，然后买了个尼日利亚的国籍，这下好了，这他妈的被当成那个洋大人来处理了，洋大人真威武啊，对不对？每年那个10万。上的还是山东985大学，
配的三个学霸，学霸，异性学霸，牛逼大了啊！那是27号，估计也这样，对不对？一般像这种人啊，基本不可能说你从小就出生在德国，对不对？很可能就是中途去的，啊，中途买的国籍，高考移民嘛，对不对？像这个28号实在太显眼了，对不对？高考买的那个，为了高考，然后那买的那个尼日利亚国籍，对不对？怎么弄的？大家不知道。再回来读国内的一流，国内的985大学，还能享受这么高的待遇，对不对？国内那个你农村出来的，考上山东大学的，有这种待遇吗？既没有10万，也没有三个学霸。这赤裸裸的崇洋媚外，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好好改改，不能这样的。